大哥，哎，你别打，别打，多少个？多少钱了？一共十个，13000。行，你别说，来，你媳妇。那都留给你吧，大哥。你什么建房子3000？我这就是专用的，就是3000块钱。不是你少一千多吗？谁垫子？你垫多少钱来？你垫多少钱？我垫多少钱？还能找我垫呢？我垫50万。多少钱？垫多少钱？50万。行，你等着。我等你呢，还我这吹的。键盘的键盘，手机把这键盘搞坏了。你大哥，你看你自己东西我管不着，你把我这个键盘都给破坏了，咱们就算了吧。我看看，3000。你又查查不？你给我查查。